叫于佳伟，我来自江苏常州，我是一名健美运动员。哦，健美运动员，哦，那咱俩有点不像。很像啊，不就是这个身材吗？不是，这位，怎么都脱呀？哇，那可大飞，今年是一名大四的学生，然后也是兼职的街舞老师。街舞老师，啊，欢迎四位，欢迎。哎，欣姐，你来做一个排名好吗？你觉得谁最像？我觉得可能是你比我的相亲，我觉得你对面对的那个眼神啊，非常准确。是的，看到世界上另一个我们都活得如此精彩，活出了自己的真实与美好。我对我的任务寻找快手1001夜的故事主角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和他们都可以是故事的主角。是的，在快手我们就知道世界原来真的没有边际，我们可以拥抱每一种生活。现在呢，你也完成了你的梦想，找到了你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兄弟，我差点说成兄弟姐，兄弟，是的。我很期待能有机会，咱们五个带上孙老师，咱们来一个大群口相声，哇，好不好？期待。但是今天可是时间的关系就没法给大家表演了，我们下一次好吗？好，下一次。所以接下来呢，有这样一群特别的普通人，天籁小水井，他们是来自云南省昆明市富宁县的农民合唱团，他们因为音乐而被世界关注，而且今天他们还将和钢琴大师郎朗以及微博星光榜上收获高人气的周深一起给大家，等我说完，周深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有请二位。Oh,
为了勇敢的挑战，为了遥远的牵挂，为了向往。